哎，我们又吃面条了，回来了。面条，那天糊的那个肘子那个肉放在里边，又弄了点菜，弄了点鸡蛋。哎，我们又煎了点肠。呵呵，鸡蛋也要吃，菜也要吃哈，都要吃哈。嗯。啊！啊，你快吃吧。啊，热呀！啊，你热你就凉，等一会儿再吃吧，凉一凉再吃。热，你先吃点面条，吃点鸡蛋，快点。嗯。我煮的面条、小肠，还有咸菜。哎，你先吃面条吧。你得自己挖呀。哎呀，睡醒了，我们得吃个苹果呀。那挖吃了这么一半啊，你自己能挖吗？你挖吧，你能挖吗？嗯，你挖吧，你自己会挖吗？看着我挖了，干嘛挺得劲儿的，干嘛自己也想挖挖？你得用手把着苹果。这个手得用手把着苹果，用手把着，就是用手拿着苹果。哎，好啊，这吃差不多了哈，开始想自己哆嗦了哈。那你自己挖吧哈，妈妈去做饭了哈。等会儿我老公给我打电话，我老公下班了，不是下班的时候打电话，先第一遍电话，告诉我说，哎呀，我今天能去地里边看看吗？我说好啊，去吧，反正是我的活也干完了。那个什么，我也困了慌，我就和傍晚和我闺女俩在家睡一会儿。你会吗？你会挖吗？啊，能挖上来呀？哎呀，你看挖是一点了，还掉地下了哈。用牙咬着吃吧，不是用小勺挖吧？你就那么咬着吃吧。好好的哈，好好挖哈。使劲。哎，使劲，加油娃！哎呀，弄点胳膊呢啊，好好做啊，好好玩啊，加油，想想办法啊，用手把着，对，加油，加油啊，用牙咬吧，你不，就不是用小勺吧，用牙咬吧，用牙咬啊，用手抠啊，哎呀，那也行啊，能吃的也行。咬着也挺好吃的，是不是有牙了可以用牙咬着。对，用牙咬着吃，妈妈都是用牙咬着吃的，对不对？哎呀，太大了，要少咬一口，别咬这么大，一次少咬一点，一次就咬一点点啊，一次就咬一点点，在嘴里边咬一点，不能咬太大了，咬太大了不行，一次就咬一点儿，在嘴里边，妈就咬碎了。好吃，别咬那么多，你咬好几口，你哪能吞下？一点点儿咬，不能咬太多。好，你吃吧。你说苹果是苹果。苹果。苹果。苹果哈，是不是苹果？快吃吧。哎呀，嘴里边还有呢。哎呀。
哎呀，才会吃。嗯，哎呀，这弄我脸上了。啊啊，好好，行行行行行行。哎哎哎哎哎，好好，哎呀，好好，小手哈，吃吧。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少咬点，嘴里边太多了。吃完了以后吞下去，再咬下一口。垃圾桶啊，在这儿啊，放垃圾桶里边啊。哎，好，真棒。对对，放垃圾桶哈。妈把垃圾桶放这边，放这儿。都捡起来了，地下掉的苹果都捡完了。对，掉地下的捡，垃圾桶里边放着哈。对，哎呀，真棒，谢谢你，黑娜酱。对，整理好了哈。哎呀，真好，谢谢你，黑娜酱，真棒。刚才吃完了，还知道把小勺给我送那个水槽那地方刷一刷，自己又回来了。我说你把掉那个苹果捡捡，自己就捡起来了，真棒，真听话哈，耶，真是妈妈的好孩子哈。还吃啊？哎呀，是不是爸爸回来了？哎呀，这俩怎么今天这今日なんか興奮してるの二人とも何してるの来世来世の愛人叫爸爸你好好的你好好的妈妈找爸爸呀啊妈妈啊，这就送给爸爸吃吧哈。你搁这等着爸爸呀啊，你敲敲门。推这里，推用手推这里，用手把着这里，推这里，用手把着这里，不对，用手把这里，推这里，推，使劲，妈妈，哇，使劲，三楼里有，哎，啊，给爸爸呀，啊，给爸爸呀，ありがとう，吃吧，对，吃吧，爸爸。吃吧，爸爸吃吧。对，큰친구가뭐문제나이？아，是。今勉強してるのはそのなんか，観光地？観光地だって次上演とればもう完璧よ。はい。四つ取るとよ。はい、頑張ってね。それだけ3万円増えるとよ。はい、今年。今年三つが受けるの。いや受けないよ。同じ日にあるじゃん。観光地と上演と勉強は同じ日にあるの。あ、一年一回だけね。一つだけね。はい。いや、上演は一級受けれるけど、勉強は難しいよ。二級しか受けんばいダメよ。多分ね、難しい最初ね。は？勉強が難しいでしょ。いや、勉強も同じやろだ。妈，我给你在吃洋葱。那看到我妈都不可能。新鲜的洋葱。还有海蜇皮儿。哎呀妈呀，那。레디요레디요ちょっとうんこするけど。